三杀上路吗？三杀上路，而且是看起来会成功、欸、直接推完强行跑这一波。看起来是看一下 ，Morgan 没带闪现的、哦，因为这边是要拿来发育的，这边还能再卡一下危险。看下下路这波怎么说？交换阿木木这边的话是出手绑在了 Willer 身上、哦、，Willer 交了闪，后面有一个逆命是 TP 下来，捏了一张金牌 Gold Card， 直接把 Willer 给拿到手了。但阿木木虽然倒下，不过后面还有一个反击风暴，是 TP 下来的 Grigo， 我就是要顶进去了，怎样？然后这边先顶上去 ，Dev 能走掉吗？没有闪，被一个跳斩给斩死。是啾啾玩得不错，嗯，他把人留在了塔下，导致后续的这个人头进账。这个塔杀不会太有风险吗？要做就是韩华的这个塔杀、有风险，但是要做，因为其实也还好，就刘娜扛塔，刘、娜很硬啊，他是有打出裂地加 W 的。他前面扛两下塔，交个闪是无伤大雅。Grigo 的一个操作是什么？跳斩完之后马上跟闪过墙、欸，机操，对，就都想好了这波。哦，在空中 Morgan 被练下来，可惜啦，阿木木，但人应该是没了。阿木木的手是有留一个 Q 的、哦，再往前 Q 第二段，中路也被打开。Gravitar 这一波有点危险，但是丘比这边是扛塔 ，Willer 也是扛塔扛到死了，旁边有一个拆墙赶过来，来看200了。真的耶，哦，又开供了吗？小兵一大堆啊，踹上去，踹上去，要杀了，哦、要杀了！点燃，想拼杀摩根，金币解破，刀光掠影，脚刀，甚至要开始劣势了。我看一下这一波，一兔练到塔下，练一张金牌。丘比是扛了两下塔再走出来，是。威尔是扛到底，然后刚好吃到 Titan 的伤害了。是，那如果是飞上的话，其实韩华好像已经有在做防守。你看上路河道，对吧？就赵信不能夹着过去。丘比到现在都还没有要偷这个逆命的大。对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逆命现在是飞不了的，我不需要去偷这个大。然后这波你看他队友来帮推线了，对面可能要动了，然后他拿了一个逆命大。就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路的优势了。是，来喽。飞喽，两边对着飞，然后下来之后逆命没捏牌，刚好捏了一张金牌，来看一下怎么说。最后这个预测是进入了红方的手中，画了一个星月无双的 AJS 能够继续留人吗 ？Morgan 一个脚刀在钢铁钩子直接走，人看起来留不到了，而后面赶过来的是 Willer， 吃了一张金牌，先闪现上墙，不过 AJS 最后是活下来没有，最后被 Vista 的 W 炸开拿了一个双杀。哦，那哎，然后这边有 replay， 我们先看一下。原本是丘比进来先往左上先滑嘛，然后 ID 好像目光一开始有些放在右边的 Willer， 但想先看预示者，发现但是丘比这边直接出去帮他拉目光，让他能够吃掉，然后后续也顺利逃脱。对，然后这边刘娜进场直接定了这波注定要输的、哦，他卡的位置好狠哦。对，他是卡在了 ID 的撤退路线上。不说啊，丘比这波也是竞争的能力、绕过来了。Willer 是跟着上路，踹到，差点。Morgan 一起联手，不过 AJS 也走出来了。来看一下这波怎么说，命运的大局直接开启了。没办法，怎么飞？看 Grigo 这边要倒了，这 Grigo 没了。两边 Grigo 拿了一张金牌，但左边这边打成一团，外面好像没刮到。Morgan 是反身想踢 ，AJS 最后也被换走了。他上的太早了。依然是忙招下来，下路也想要打到开花。来看一下九九这边被顶住，被打了一个印记，人没了。这就是凯莎的爆发。是，但 Vista 应该也要死哦。但是无伤大雅。被匿名拿了一个 double， 但又是一个 TP。Dev 想要来做后续的收头，哇！利用大绝加进化，先位移，再解控制。另外一边 Titan 扭腰躲过了这钢铁攻射，再闪现过墙。但是 Dev 也是跟闪，想要来打印记。在一个虚空探索者 Dev 的单人秀了一个 double， 这 Morgan 的腿太细了，这都踢不到。好 ，AJS 来了，想要抓一下 Willer， 阵地自己先把 AJS 给弹走，又是一挺长枪，就是戳到加速之后扭那个 W， 只要扭掉之后塔利亚怎么样都打不过。
但是这把选择不带。丘比开启了偷来的贾克斯大绝，有防御啊，好硬好硬，有防御啊，比较扎实啊。但摩根用脸看吗？被阿姆姆给绑住，金牌接好运姐大绝，一套给你弄合理啦。这个是下路那个团，哎，这个确实挺秀的、哦，因为这个爆发我觉得是连阿姆姆都没想到的，他怎么那么痛？哎，然后人就没了，这就是凯莎。后面这个凯撒的 TP， 应该说 TP 是 Depth 往前，然后 Red 好像想哎，已经知道要 TP 了。是日本上方照下来 ，Vista 这边是开启了自己的怀表，先拖了一小段时间。后面 TP 进来的 Chovy， 是不是知道先回了一口血，再一技的往后拉，往回拉，偷了个赵信的大。对，很冷静啊，知道要赵信的大才能帮助他活下来。Depth 还想秀吗？一个人往前 ，Depth 想秀操作，但人没了。好像我觉得输给一席差不多、哦，差不多了是。下路放了预示者，但来看一下 Chovy 也没得怕。Vista 是想抓一下阿木木，但小龙树来看一下 Red 有没有机会来追呢？编织者之墙关门，哇，关门被玄武双给画下来了。Willer 这波是先交了闪现往后拉，但进场的 Morgan 直接被秒掉了，有机会反打吗 ？Red Candidate 来看一下后续 ，Gravitas 捏了一张金牌，定住的是 Chovy。丘比也是偷了一个新人武双，画了个见证，但是让 Depth 拿了一个双杀，哇！而且是打完收工哦，缓住的是 Vista， 但后面的金牌 Gravitas 好像射不出去了，越来越肥了 Depth。是，确实挺舒服。来看他这个 replay 哦，就我觉得他这个关下车有点下的位置有点太烂了。我说实话，他没死，运气不错，感觉是有人没有打他耶。就这个贾克斯感觉对这个上路怨念比较深，对，就先垂直上路。看丘比这个大绝一画出来之后，才勉强的 hold 住。对，哦，第一个是边线带不赢，对。那第二个是就算带的赢，要飞走，会塔利亚飞过来，哎 ，all in。这波 all in 的是 all in 在什么？雷欧娜身上，雷欧娜根本就没事啊。后面一个丘比进来吃了虚弱，但E2的链配的轩辕无双画到的是 Gravita 身上，而后面留下来的正版赵信大绝画出来，但是也是扛不住啊，直接被融化掉了。所以匿名是原地回家，被偷了个命运，一起开大来。然后一兔也没中，捏了一张金牌，先看到、啊、了一个锁链，在一兔链断了一个这个大绝命运的飞行，还有一个威勒赶过来，然后偷了一个，偷了一个我刚刚，然后飞回塔下吃兵。我是觉得游戏打到这已经没了啦，其实在早在。就巴龙掉的时候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哎，怎么说这一波的话是哇，阿姆姆一次绑的是三个人，但是 Depth 是利用自己的进化往后拉了一个距离，然后回头再收人。卡米尔、摩根这边是直接持取后排，差点被秒掉了，结束了。然后 Aegis 这边也是利用自己最后一滴的力气，这个锁链带火的，谁顶得住？突出来 ，Depth 拿了一个 Triple Kill。923的战机包含了刚刚在混战中取得了两个人头，还有刚刚的赵信送的这一颗，一共三颗。那看起来这场比赛要准备结束了，而且在主堡双塔告破的同时，韩华是收下了这一胜，来到的是三胜一败的战机，恭喜韩华战队。OK。